里呢就是黄帝陵观景台。刚刚呢我说不去景区里边看，没想到这里就有一个观景台啊。然后我身后这个地方上去就是了，在这里呢可以远远的看到黄帝陵景区，带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不错，这旁边的树长得有点高，把景点都给挡住了，所以我得去最上边那个地方位置好一些。远处就是黄帝陵景区了，这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的陵墓。这个景区呢是由轩辕庙和黄帝陵园组成，院内有古柏16棵，最珍贵的柏树是由轩辕皇帝亲手种植，距今呢已经有5000多年了。黄帝陵墓前的黄帝陵三个大字呢是蒋介石所题的，历代王朝国家大祭都在这里举行。